它和我们白内障不一样，也和我们近视眼不一样。白内障、近视眼是逐步下降，慢慢的下降，但是视网膜脱离是迅速下降，马上就看不见了啊。此外，眼前啊会有一个像是云雾，或者是像一层纱啊，就像丝巾、纱巾在眼前遮挡、飘动啊，飘动似的遮挡。这些呢，往往还有前兆啊，在视网膜脱离之前呢，还有一些前兆现象。你比如说，眼前突然放电啊，眼前周边哎突然打闪电，甚至呢会出现有冒烟啊，哎眼睛怎么周边冒烟了啊？甚至就是说不定期的闪光，哎眼前就周边突然出现闪光，再就是一下子出现那种很明显的飞蚊症，我们叫玻璃体混浊，突然一下子明显增多，这些都是网脱的前兆。